天子到府之后，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掌天下之柄。救兵到了！是谁来救？臣，兖州刺史曹操，叩见吾皇。患难见忠臣呐！只有在许昌才能得到这么多精兵猛将的保护。他已然是天子。 天子就是怕我，绝不会坐视曹操为患。众臣听令，剿灭曹操。主公心里头一直还惦记着徐州吧？朝思暮想，这直系犯了你之辈，还想谋害我？那就趁势取徐州。驱虎吞狼，我亲自领军，直取徐州。 未来娱乐台三国。